各位大四少台台友，大家好。中秋節啊過咗啦，咁啊可以今日禮拜日9月11日馬會開羅，而家12:00。今日主要都會講講影響我哋呢個世界和平好大嘅，關於嗰個俄羅斯烏克蘭嘅戰爭喺而家嘅局面，咁啊預測將來嘅演變會點咧？咁啊，普京咧就中咗招嘅，但希望佢哋俄羅斯嘅奇術嘅高手能夠令到普京咧，真係要華麗變身，即係等於佢哋捉咗國際棋，個竹仔沉咗底，變翻竹仔算數啦。咁啊，呢個就上籤嚟。好，未講之前咧，講少少俾台友知道，我哋而家每個星期六咧仍保持。有阿鄧醫生咧喺度義診嘅，咁啊鄧醫生咧就喺都幫咗我哋義診咧有幾年，咁通常如果我同佢喺埋一齊咧，咁啊有啲如果大家有啲親友有啲病咧，嗰啲特別嗰啲老年病患啊，啲痛症啊。醫極都醫唔好咧，可以走嚟揾我哋攞啲意見。咁啊，點解鄧醫生又會幫我手咁多年咧？佢啊係針灸碩士嚟嘅，喺樂善堂嘅而家。因為佢有一次咧，佢媽咪咧好年紀大啦，咁啊入咗醫院，個腎功能咧跌到好低好低，咁醫生都係無能為力嘅。咁佢咧就走嚟揾我，咁我俾咗啲方法佢，都用啲水啦，啊，當啲水咁啊有特殊嘅處理過啦，咁啊變咗有個奇蹟出現咯。咁之後咧，佢亦都好虛心學嘢嘅。咁我喂，你打翻開嗰、那個孫思邈嘅千金方啦。在後面那部分是有講我們足遊科的醫術的嘛。我突然間他臨到在清朝都有幾載這個足遊科醫術呢，就不是說撞彩那麼簡單，只不過說你不知道那個秘奧，他的秘密呢是令到那個病人提升他那個求生的能力。如果病人呢厭世不想留戀的世界呢，你就很難醫得到的，只要他還有那個求生的能力，那你就利用到很多時間空間意識流，特別現在科學家發現了人類那個微觀世界意識流啟動回他的神經細胞啊、再生功能啊，又可以有另外一個程式呢令到佢咧生存到落嚟嘅。當然啦，如果佢細壽有數嘅人，佢細壽真係夠啦，咁你咪聽其自然咯，係嘛？如果佢細壽未盡嘅，你都可以盡量去幫一把。就算你幫唔到佢，拖一啲時間，但起碼你減輕痛苦啊嘛。一年紀大嗰啲咁嘅長期病患咧係好痛苦，好冇人，真係好冇人。差唔多我哋講一句俗語啲啦，叫做欠世咯。譬如你中咗風，喺張牀度，幾多千億身家都冇用㗎。啊，插住喉喺度嘣嘣下，就算你唔插喉喺度，手腳喐唔到，眼眨眨，好似而家董建華呢件咁嘅垃圾。因為是這樣的狀態，
呢啲係我哋之前已經就呢個唔啱會有呢個效果嘅，而家真係靚咗，係啊！我明人不做暗事嘅，我真係公開就過佢嘅，我係捉呢個吳家欣咧，林老咧喺張牀度啊，眼仔碌碌，全身唔喐，想摸住個波流眼淚都唔得啊！啊，咁啊而家靚咗啦，好唔希望大家。你啲親友有問題嘅，星期六下晝四點就嚟我哋天后嗰度幫我睇下。咁你如果方便咧，你就撳個 WhatsApp 9839-1606，話聲俾阿方太聽，你會嚟，咁大家都有數。醫術好神秘噶，醫術真係涉及天道啊！整個大宇宙嘅程式有曬喺度。即係憑嗰科醫術啊，內邊咧包羅萬有，特別足油科添。足油科有大部分都喺印度傳過嚟，但都唔係純粹嘅印度嘅，涉及啲巴比倫文化、埃及文化乜都有啦。總之就係與地球本身歷史上有嘅學問，包括物理學、星光學、電子學乜嘢學咧，其實包羅萬有喺度。你求其可以攞到一部分出去咧，你都可以揚名立萬，唔係講少啊！所以我哋開個印度 Theta 嘅保健班課程，出埋一個聽講嘅證書，就俾啲年輕人咧，佢哋去到移居到外地咧，自己有緣分心言落去嘅話咧，佢可以揚名立萬啊！真係講少，因為我唔知道你嘅天分啊嘛。或者你本身真係有天分，好靈好敏感嘅，隻手一落就知道呢個人嘅病因喺邊度。呢個真係好講個人嗰個天分嘅，咁你自己都唔知噶嘛。咁我如果你參讀我哋呢個課程，有啲啟發，咁你碰到嘅，咁你真係揚名立萬嘅，妙手回春噶，真係。當然最高深咧就更加犀利啦！拎個電話一聽你就好翻，再厲害嗰啲人仲犀利啊！我同你坐地鐵望下你就你好咗，其實我醫咗你，你唔知噶。心外呢個真係非常深嘅學問，我哋絕對相信，因為我哋親歷其境啊嘛，自己都曾經試過，即係我哋撞彩啦，即係控制唔到嗰種力量，我哋控制唔到，控制到不得了。但真的控制不到，咁我哋啲師祖啊、師傅啊嗰啲大修行嘅人咧，佢真係控制到啦，隨心所欲係嘛？當然佢同你行咗盤債啦，呢個可以話俾你聽，即係揾對眼望你醫好你個人，佢係幫你還咗盤債嘅嘢。你咪心好啊！佢要用佢自己修行嘅功德力同你對沖咗嚟攞你債，我都貴你老，你咪心好。你唔知喎。因為我哋嗰種咁嘅大嘅修行者咧，佢唔想俾你知啊，又唔想驚世骇俗。人有名係一種負累嚟噶嘛，絕對係負累啊！你唔好羨慕英女王咁多身家咁多成，佢砰一聲咪走。你嗰捨唔捨得走，梗係唔捨得走啦。但唔到你噶嘛，無常一到咁啊，收工。上帝都幫你唔到，所以變咗嗰大修行人，佢哋有呢個功夫咧，佢睇通曬生死，睇通曬成個宇宙嗰盤數咧，佢知道嚟做完咗佢自己要做嘅嘢咧，咁佢就走啦，不露痕跡嘅，所以佢叫做妙行無蹟，善行無跡，就係咁解，呢個一種境界嚟嘅，等於佛祖都係啫嘛，佢知道自己。我今世有因緣可以成佛，但我要抌低曬世間繁華，所以連皇位都唔要噶嘛，全部放低曬就出家，三衣一缽乜都冇噶，乜都冇，邊度學你世俗人搞咁大堆嘢啊？幾百間公司，幾廿個老婆，真係搞笑咩？所以見到啲和尚起廟咧，我就唔開心，佢係綁住佢咯。咁你出咗家，
你又要走第二度起间起个家，咁啊整一扎啲咁嘅信徒，系好唔抵嘅，真系好唔抵。就算你做到啊世界闻名嘅高僧咁，有咩用啫？佢新灭法嚟噶嘛，阻咗你出三界嚟噶嘛，又有盘债喺世间留低，第四日再嚟又喺度搞氹氹转，嘥气。所以嗰啲聪明嘅和尚咧，喺泰国 Burma 嗰啲咧，佢匿埋喺森林啊，完全唔见人，有功夫佢都唔出嚟嘅。佢自己一收就离开呢个涅槃世界，解脱呢个生死轮回嘅束缚，真系唔好玩噶。讲少少开示啦，我最近搜集咗啲少少资料，不同动物嘅交配。大家在 YouTube 看到的，如果你留心搜集了，你看到所有的动物的交配的行为过程，你就真的很无人。跟人类跟动物有什么分别呢？但好了，你再细心观察一下，喂，这个大整蛊啊，宇宙整了一种力出来，有些控制不到的。啊！男見到女，女見到男，佢都有一種吸引力，個攝石咁攝你埋去嘅喎。做一個好無意義嘅動作嘅喎，即係你冷靜睇啊！大家上 YouTube 上啊，睇下嗰啲啊雞啊、牛啊、羊啊、豬啊、狗啊、老虎啊、獅子啊、駱駝啊、長頸鹿啊，啊嗰啲交配性愛嘅行為嗰、那個畫面。你再細心一諗，再擺啲四仔喺度一拍，你就覺得真係好冇癮啊！我話俾你聽。咁呢種嘅場景咧，幫到咩咧？如果你睇完，係幫到你對而家個世界咧有種厭離心。呢個係昇華自己嘅生命之流嘅第一種心。如果你沒對個世界冇一種厭離心嘅話咧，你擺脱唔到個三界輪迴嘅束縛。所以學佛嘅人咧就有厭離心，因為佢要了生死啊嘛。同你學道咧唔同啊，學道咧佢仲要追求嗰個長生不老、永享天福，但學佛唔同啊，學佛真係要斷生死，冇玩嘅，享天福係點啫？到你幾千年命。啊！佢又有一個時間咧，又跌翻落嚟啊嘛！哇！所以佛祖係好犀利嘅，佢係睇到成個大宇宙嘅規律。唉，佢呢個冇教啊，真係都要離開。所以追求嗰個不受後有，追求嗰個涅槃世界，即係涅槃嘅世界，終極嘅涅槃世界，解脱呢個生死嘅束縛。不深奧嘅，正式學佛非常深奧，大家同學都要，台友同學都要俾多啲警惕自己。講就容易噶，即係你信下佛啊，講下佛啊，信下耶穌啊，耶穌都係佛門下邊一個分支嚟噶。所有招牌都係啲人搞出嚟啫嘛，佢都有叫人行善噶嘛，施比受有福啊嘛，印度教都係。招牌唔同啫，其實喺部分咧，佢嗰個追求嘅理論咧係相通嘅。但當然啦，你追求嘅目的嘅層次咧又唔同啦，即係高低嘅層次又唔同。我哋咧要終極解脱，佢哋咧又追求好多人天嘅福報，分別喺度。但大致上咧，嗰、那個義理咧都係一樣，喺嗰個世俗嘅善行嗰方面嘅目的都係一樣。咁我十五號講嗰課咧，就喺扶輪社演講嘅。我講到咧，財來自有方。咁財來自有方咧，就要靠神嘅力量咧。咁但我哋講嗰個神咧，同世間拜嘅神咧係唔同。所以咧就都幾有趣味嘅，好少人明白到呢樣嘢。成啲人以為個神咧喺外邊，多數都搞錯嘅。好多人拜神拜神咧，梗係有個偶像啊，有個牌啊。或者向個天禀告啊，咁啊嘛，係習慣咗嘅。你唔會真係相信如有神助咧，個神喺邊度啊嘛？咁啊喺扶輪社呢次嘅講例會講話咧，就會講到呢一頭。
叫講多少少咯，即係希望大家香港人啊喺而家呢個咁嘅環境之下少啲迷茫咯。到你發覺自己神嗰陣時咧，就好玩噶啦，你會玩多好多嘢啦，又做少好多無謂嘢。因為神能夠俾人聰明噶嘛，起碼你知多啲咁多過去未來嘛，啱唔啱啊？嗰過去未來咧，唔係話特異功能喎。因為你多了啲知識，多了個心水清，咁你睇世事咧，俾人觸覺敏鋭咗，咁你對未來嘅走勢咪知多咗咯？我世間知道一啲就好犀利噶啦，知多少少不得了啊！等於你喺奧運啫嘛，啲賽手係嘛？游泳比賽快一秒都不得了，天同地啊，大佬攞冠軍係嘛？攞奧運冠軍同攞亞軍，你話個分別咪天同地，相差唔夠一秒噶嘛？所以我哋喺個智商嗰度係，你一噏機咗自己嗰個講角度，俾一般人睇得闊、睇得深入，已經係贏咗世界，即係贏咗人啦，唔係贏個世界，贏咗好多對手。但你贏咗翻嚟，再點樣處置你嘅勝利品啦？呢、這個就屬於哲學上嘅問題，又屬於你家山有冇福氣嘅問題。你一唔識處理嘅，咁你嗰啲戰利品咪同你帶嚟災難咯。但歸根結底啦，都係兩句話嘅：多做好事，莫問前程。呢個《金剛經》嘅精華嚟嘅。咁大家能夠用得到咧，對你嘅人生咧一定有幫助。好，言歸正傳，嗰、那個俄烏戰爭咧發展到而家咧，我嘅個人嘅觀察，美國都真係叻。啊，唔係美國人叻啊，係美國嘅科技真係叻。佢行個 AI 大數據嚟佈局。冇人開會話啲長仗點樣打過，大家睇新聞啦。你冇聽到美國啊？琴日我哋開會啦，點樣應付呢個烏克蘭戰爭咧？你有冇睇到？冇啊！甚至睇圖，最多都講我哋再支持多啲錢俾烏克蘭啦，咁就冇講話咩戰術啊，咩點樣部署冇？點解冇咧？佢全部根據嗰個電腦嘅指引。而家指引到今時今日咧，哇，犀利啦！如果俄羅斯同中共國啊、伊朗啊，佢有可能佢唔喐伊朗乜滯，因為伊朗咧有以色列炮製佢。咁你俄羅斯同中共國啊，會真係食香蕉收場，我可以話俾你聽。佢有一個字啫，拖。而家美國佬。根據個大電腦個電腦數據，玩個拖字，佢咪美國佬，純粹美國佬同你俄羅斯拖喎，而家佢聯手好多國家幫手拖喎，嗰度先大鑊喎。你俄羅斯憑乜嘢力拖得到耐咧？你話打核戰？屌你啲導彈未粉飛過歐洲美國啊！你俄羅斯人哋嗰啲基地拎曬喺身邊啊，大佬。歐洲啊，包括英國潛艇啊，喺拎曬喺身邊啊。究竟黑海有冇潛艇到你俄羅斯未知啊？一禁制就到啦，你冧先啊！打核戰俄羅斯，知唔知啊？你幾時飛拎到去大西去大過拎曬大西洋嗰邊啊？喺度講笑，所以普京我都驚啊！所以我同啲朋友講，因為我同佢哋有少少來往嘅，喂，通知普京大哥，屌你啊！你當玩國際棋，個竹仔沉喺個底，唔好撚變啦，唔好撚變啲強嘢啦，變撚翻竹仔算撚數啦。佢任你揀噶嘛，沉底變撚翻啲無厘頭，咁咪甩身咯。真噶，普京真係要變啊，唔係變強啊，變弱，扮變弱你就投降輸一半，你知唔知啊？因為佢拖領死佢，你話俄羅斯行得佢，但佢表面咁樣拖你咧，但係好撚大鑊嘅喎，美國佬佢哋嗰個大數據計出嚟，
拖撚冧你俄羅斯，你俄羅斯咧就焗撚住咧中共要陪葬啦。佢拖拖下冇撚曬錢，冇撚曬架撐，而家咪要用啲人民幣同佢俄羅斯對交易咯。咁啊攞撚曬你中共啲資源去支持啲俄羅斯打呢場仗咯，拖撚埋你中共落水。冇所謂㗎，因為用嘅成本好輕㗎。佢打場個伊拉克打場嗰貨都唔見幾千億美金啦，一年半載都可以。而家用幾多少啫？用嚟用嘅都係百幾廿億，一三兩百億美金，好撚少錢啊，大佬！美國一年軍費七千幾億美金，因為喺度玩個戰場拖你咁樣俄羅斯落水，咁啱啱得個幾百億。都未有幾百億啊！而家都俾咗一百億左右都冇啊！未計其他國家支持，有其他國家幫拖啊嘛！咁你俄羅斯點擋啊？你話俾大家好冷靜去睇啲死數，好濕碎噶嘛！以佢個美國嗰個環境，七千幾億美金一年，都係為咗去對抗你俄羅斯同中共嘅。哇！而家我攞三幾百億出嚟，收到咁撚好嘅效果，點唔拖你落水啊？點解玩唔過先呢一個遊戲？所以佢唔同你正面衝突，一路拖你搞嗰啲咁嘅。最近佢哋再賣多啲嗰啲軍火過去，嗰啲導彈啊，嗰啲短距離啊，由廿公里變五十公里、五十公里，賣到八十公里，有啲一百零公里，屌你咩俄羅斯點打？點打？兵兵棒棒都唔知邊度射過嚟，係嘛？拖撚死你！將你嗰啲俄羅斯去烏克蘭嗰個程嗰啲橋啊炸撚冧曬，嗰啲軍火庫啊後勤補給基地啊炸撚冧曬，屌你都大撚鑊，係嘛？真係大撚鑊！而家普京呢鑊咧真係大撚鑊，因為普京都戇鳩鳩，搞唔搞？黐撚埋曬嗰啲咁嘅大款，點啊真係搞女人啊古靈精怪，實死嘅，邊一個人都頭腦唔撚冷靜。如果你既然間話個烏克蘭又真係要攞翻嘅，咁你一早嗰陣時就冇撚俾佢獨立啦，係咪先？保留烏克蘭，好似你而家你俄羅斯嗰共體一樣啦，佢分唔到出去噶嘛。嗰陣時咧，俾人分享咗出去，轉頭又點啊？知阿莊，當然烏克蘭咧喺個境內做咗好多行為，係對啲俄羅斯人咧係非常唔友善嘅。呢個我哋好多資訊都睇到嘅。但你資訊睇到，你普京都唔應該咁衝動。咁咪 call 翻曬嗰啲俄羅斯籍嘅翻翻曬去俄羅斯境內咯，喺烏克蘭嗰啲啊。嗱，咁我哋開放曬啦，歡迎我哋嗰啲同胞咧翻嚟我哋俄羅斯境內居住啦，如果認為覺得生存環境唔好嘅，搞掂就用我第二個方法嚟制裁呢個烏克蘭，就唔係咁樣明刀明槍，好似屌你乜有得分啊！聽啲柴仔講，三日就打撚低曬啦，三日啦，可以打撚啊，可以攞埋基庫啊！屌你，發夢夢撚早。誰不知佢烏克蘭搞鑊，多人貪污，屌你咁樣啲馬路咧，啲坦克車碌過冧撚曬，呢個真係貪污救國啦！屌烏克蘭真係係咪先？佢唔撚貪污腐敗咧，你都救唔到啊烏克蘭啊！所有嗰啲咁嘅坦克車、機重嘅車一行撚過冧鳩曬啲路面，咁你屌你點去啊？點打啊？打更啊？企撚曬喺度，啱唔啱先？所有世界都有天機的，但他們美國佬是那個戰略上不可以說他滑毒，他打仗一望贏你，但他現在用最少的成本拿到最大的效果，拖攬你中國共產黨落水，封攬了你中國的經濟，因為封了你經濟不攬掂，你還要給俄羅斯去拿你的資源嘛，你支援他，那你就扯緊光你咯，扯一兩扯，中俄有可能就有另外一個問題出嚟，決裂㗎，真㗎，俄斯一唔掂，
樣樣都要問你總共攞支援噶嘛，你唔肯俾咁咪嗌交咯，啱唔啱？唔係講少啊，呢個係一個自然嘅走勢嚟噶，所以美國佬係希望有呢個局面出面噶，拖撚冧你中共啊，用俄羅斯嚟拖撚冧你中共。好啦，你支持佢嘅話咧，一公開咗化咧，仲撚大鑊。歐美國家就可以引用幾千條嘅制裁對付你中共噶啦嘛，連燒帶打噶，好撚毒噶，所以香港好撚危險，冧撚埋香港經濟，唔係講笑啊！佢啲棋咧，美國佬啲盤棋咧，一路捉一路捉捉入去咧，越嚟就越緊噶。佢可以慢慢幫你中共同俄羅斯剝光珠，可以話俾你，扯撚光你。屌你，佢用幾百億一年，美金一年啊！屌你，最多都用三幾百億。佢個軍費7000多億，屌你咪濕碎啦，啱唔啱啊？大家計下啲數，未計其他歐洲國家幫拖你喐你俄羅斯。啊，普京大哥，屌你啦，俾你瞓醒啦！呢場仗你唔撚好講輸講勝，你和咧都係當贏噶啦。而家你決策錯撚咗，啊，又係自我陶醉，話搞個俄羅斯大夢。聽過杜金個吳家產講，屌你係咪大俄羅斯帝國？點解佢搞個帝國版圖去撚到愛爾蘭嘅？將我哋中國咧就長江以北咧全部係俄羅斯領域，長江以南我哋嗰啲地方省份咧就係屬於俄羅斯衛星國。諗啲咁嘅計劃俾普京啊！屌你咁你撲唔撲街啊？佢嗰個國師啊，死撚咗個女嗰個吳家產啊，俾人炸撚死個女嗰個。諗啲咁嘅衰嘢，成個中國啊歸撚咗就係大俄羅斯帝國下邊嘅，你咪睇撚幾谷撚咧？我哋本來冇撚反感嘅，屌一知道呢條友屌乜搞啲咁嘅嘢，你一搞乜撚嘢啫？唔係咁咪變撚咗我哋中國，咪變撚做撚咗俄羅斯嘅奴隸？咁啊嗰時即係日日要唱國歌啦，屌乜遲拉杯要做奴隸的人們啦，咁屌你咪攞鳩搞搞笑啊！普京係嘛？好信唔相信呢啲咩冚家產？即係等於我哋習近平，好信唔相信王沪寧呢個冚家產，又係搞個中國春秋大夢出嚟一撚樣，兩條黐線佬，屌你！一個搞俄羅斯帝國大夢，一個搞中國春秋大夢，屌你！啊，想做全球霸主，屌乜個個喺度發緊緊夢，屌你！走埋廁所照個樣啊，真㗎，發夢冇咁撚做啊，好係咁先。